首先取整个头发1/2的发量，把它扎一个高高的马尾。但是这里呢，发际线周围一圈的头发呢，要把它留出来哦，因为作为等一下的那个刘海区域的一个造型。扎完高高的马尾之后呢，就要把刚才被我夹得卷卷的小头发全都要给它拉直。但是如果宝宝们你们头发本来就是直的呢，这里就是稍微带一下就好了，然后把后面的头发呢也都拉直，拉直到发尾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内扣，那这样呢整个发型就完成了。其实这个发型是非常非常简单，也非常非常日常的，其实就是扎一个高高的马尾，然后是这样一个半丸子的马尾哦。那前面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发际线周围那一圈头发一定要留出来，然后并且把它拉直向下，这样呢就可以修饰整个发际线。